高雄市新唐国小这部拍摄于2019年的微电影《生生不息》，记录了学生吴木安克服重度听觉障碍后学习游泳的过程。感恩吴木安是一位喜爱跑步、游泳的听障学生，从小就面对自己的缺陷，除了跑步、游泳之外，还学习被大家认为最难学的唢呐。那因为他在听力上方面是有障碍的，但是他不畏艰难，在生活上也是有更多的让我们很积极的去看待他优良的表现的一个成绩哈。那另外在木偶剧团的参与上哈，他居然选择了这个唢呐的表现。新唐国小是一所三好校园，师生从旁协助吴木安勇敢追梦。大概就在幼稚园小班的时候发现的，老师叫我妈妈带我去给医生检查，才发现我的听力是受阻的。我最感谢的是爸爸妈妈、同学还有老师，因为他们随时随地都在帮我。吴木安在109年、107年的高雄市身障泳赛中表现优秀，也让他在学校赢得了海王子的称号。今年更获选总统教育奖殊荣，他的奋斗历程鼓舞了许多人，证明了身体障碍是可以被克服的。人间卫视高雄综合报道。